的酒局跟聚餐，这个真的很重要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杀时间浪费时间，因为太多脑力、体力、心力，这个都是你的成本呢，时间成本、情绪成本。因为我想说啊，交朋友很重要，或者是新认识新的朋友很重要。假如说啊，人脉要很广啊，或什么的。可以哦，朋友跟信用卡一样，好用了两张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朋友也是好的两个就可以。真的真的，我后来就是这样想。喝酒的场合还容易出事。对，没错。而且我现在有一个小孩，儿子要顾。那我真的是一个礼拜前吧，一个多礼拜前，我真的大烂醉回来。然后呢，就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就惊醒，就是说，哎，我怎么又回到家？然后我儿子就在旁边，然后就觉得我绝对不能再这样子了。啊，为了小孩，为了小孩，我都觉得说，我觉得断开没有意义的酒局跟饭局，没错，今天就来喝最后一瓶。哦，不是要喝最后一瓶，没有，好，来砸，砸砸砸，这可比较安全。是是是，我就觉得说真的不要再去一些，小心啊，拿铁锤，拿铁锤，这样有点危险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对呀，对呀，你放在地上，不是放在地上，对对对，那麻烦了，我们要离他远一点。对，来，我要砸了。Makio 断开无意的酒局以及饭局，来敲碎酒瓶，以示决心，三二一。